中信兄弟的圣圭连线，建构起大联盟级的二游守备。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新一代的吴东荣和王威成组成吴王连线，火候或许还不像 Senpai 一样到位，但也形成黄山军二游新气象。因为学长打下来的成绩真的都太好了，他们在我们的眼里，他们都是神人级的表现。衔接上他们的话，应该就是你要场下场了，然后再适应一军的那个环境、那个张力，才可以有更好的表现。可能离垒包比较近一点的球，对啊，然后就是谁要进去，谁要接，然后谁要在二垒补位什么，这上面还是就是一些比较细、比较默契的上面，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配合这样子。可能一个 play 完，我们会互相开玩笑一下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像他有 nice play 或者是我有 nice play 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互相击个掌，然后鼓励一下对方这样。从国小就认识的两个人，好感情不在话下，尤其在兄弟二军打拼的日子，更是建立起了革命情感。为了培养守备默契，两个人可是竭尽所能的形影不离哦。我是为了要跟你培养默契，就硬要跟你同阶，是这样吗？你不是你没有朋友了？是你没有朋友，还是我没有朋友？我们要问一下对方。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打得久嘛，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然后就是尽量表现给教练看，然后让自己可以待在一军。就是越久越好这样子，嗯。春训的时候我们也是同一间，所以然后后来他那时候开机在二军的时候，他好像蛮低落的，可是我觉得，就是那时候我还是有给他一点鼓励跟那个，虽然我自己也很低落。好像老魁求进步，两人除了斗嘴打闹，昔日的古堡二友来到中信兄弟再次联手，吴王连线无论高效程度还是守备精神，还真有点圣龟先輩们的影子呢。 Bright 新闻采访报道。